新疆伊犁皇宫大巴扎。好，如果大家搜索新疆伊犁皇宫大巴扎，你根本找不见那块的，只能搜索阿拉推市场。这就是周三的交易市场，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，全是人头，但是底下全是卖羊的啊，所以吧，人比羊高。但是咱们转过头来再往这边看啊，往这边看看后，你就看到了马高的地方，就是马比人多。看看这边全是卖马，卖马的市场。哇，这边是卖羊的。想起曾经年少的我们，一起梦想，一起轻狂，一起奔向我老去了模样。这边是马的市场，马的市场要比夏季人多得多，因为他们冬季都吃马肉，所以这面马的市场人也特别多，还有这面羊的市场人也特别多。看看，哇，人山人海。看看，这都是哈萨克族什么小麻辣。好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这帮小孩这么骑马呢？等到过一段时间，我会给带大家去看，就是他这个昭苏有个天马节，每年都举办的，就是全世界的马都会来到咱们那个谁，来到咱们新疆举办这个天马节，还有各个地方，你的马是不管多贵的马，比赛的打比赛的，就是骑手，全部都是小八浪子，全是小孩儿。你们小孩神似情，知道吧？神似情，真正夺冠的全都小孩啊，大人夺冠的很少。看看。所有美丽的风景，所有动听的声音，都不曾留下任何的痕迹，而我们却为他而哭泣。所有清澈的眼睛，所有温柔的真心，都化作让人疯狂的爱情，留在我们回不去的青春里。四个蹄儿，然后三个白，如果要四个蹄儿都白，这又贵了，这个马太高了。不再是青春，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个一个离去的人，当青春已沾满了皱纹，我们深爱的是否还是最初那一个人，曾经轻轻的一个吻，让他把你毁了一生。所有我们眼前这些小马就与我们内蒙马基本相似，这种马它马毛比较长，但是它个头并不算太大，它的马毛长，而我们却为它而哭泣。二是你看看他们骑的这种高头大马，这就是伊犁马。伊犁马好多都是引进的血统的，这个伊犁马非在咱们这个全世界也很出名的，但是他们长得特别秀丽，就是个儿特别高，体型也特别好，但是他马毛短，所以在这面必须得都得给穿上马衣。多少钱啊？这个马多少钱？五千。